行，我把这个片锁上啊，锁上咱们四号这的这个老先生各设家，板桥胡同。四号完事儿，配合这个胡同拐来拐去的，格式。哦，在这儿。嘿，这胡同是不好走啊，挤这胡同还真不好找，绕得很。哦，改这弯。没事。哎，你这个，你每天就这么上，啊，是。那你也得刷好了，多大岁数呢？我62。你怎么称呼？贵姓？富。62还养这么多孙子，那人确实行。嗯，其实弄得还挺干净的，干净啊，下面还有地网。钱一点点都有效果。嗯，至少他这个孙他对先把您进这人进去，鸽子也不沾。是，他现在主要是以交那个工棚为主。对，这一年交多少只？20多只。嗯，啊，怎么样，入围率？每天都有。不是，是3-9。这里边是不是马上就该交？都交什么工棚？那个天人，天人，还有好几个。八家口河北的吧？哎，对，这边多。天津天人，上完这个，那里边那个30。36人，那天也能飞36，那也不错。不想，那也不想。这是死棚的鸽子，死棚啊，就跟活棚里多着呢。嗯，对，能出去飞呗，每天。飞不了了，为啥飞不了？这是从咱这儿拿来的。嗯，飞不了。但是它基本上不出去。这烟还挺凉的。对，过水凉凉的。这个，耳朵用不上，耳朵等装在头上，等多都用不上。这耳朵都没用，今天一个都没碰。这个就是眼镜，看起来特别可怜，完全不可以看的。一样的，今天这条不乱，你知道吗？两边主语都白条，都是白条，主语全白条。嗯，就是不能插着，一根白一根黑的那样的，要不就剩一个也成。那到时候交费的时候能一般能交多少个？交费的时候看看7-8个吧，7-8个。啊，入围，那也折的挺多的，入个4-5个。7条鸽子，我所有鸽子都交，出的就交。哦，7-8个交费，入围都能入4-5个。嗯，那挺高的。嗯，去年仨，今年少。那估计你是这一个养的也健，这一个别人那一个，还有一个天然的，最后那飞的，4500吧。我看你这个环境弄得干净，而且肯定是鸽子长得刚规制规制。我每天1点钟喂，就喂一对儿。每天喂一对儿。嗯，你像这儿那房子不错，这儿在这儿了。这老鸽子都送人了。这俩直龟连着出3年了。还是杂交配啊？还是那个战血配啊？一般的杂交，杂交完了以后再差不多就干一点。你看这鸽子看着多漂亮。
你那鸽子在房顶上还吃土啊？对啊，在房顶你怎么喂吧？你看啊，它都得出去吃。对，太毛了。过去能下地，现在都下不了地。下不了地没辙了，人家都在地下养殖。